往里进呢。这一级抓野你不往里进，往里进，继续，机器人走前面，走。嘎里奥来了吗？从这边过去呀，你们。哎，算了，我就赶紧回去了。这不耽误我事儿呢吗？不是你们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们仨。人家来你就害怕呀，你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我操了，多兰剑大头，这是什么套路？给我整个多兰剑大头。就没有人能推我的线儿。你是头一个，等一等，一会儿再打。大头这玩意儿前期拼吧，不合适。等个三级，来一 AW 六 A 接一个 Q， 套点盐，往前追，交闪现，交不交？不交。刚好我们上去的时候，他把那个地雷给放了，给我露出了一波破定。等一下，大头。他不交船他很亏的，他直接上 EAW 双 Q 走，不急啊，走位 A 接一个 Q， 一上来点点闪现，再点吃个药，一个 Q，嘿 W 一手走了，打个闪现不错。狐狸来了，狐狸这得走了，这不走不行了。这墓地人挺烦人的，说实话我这波有点亏，线有点多，我没吃到。一个药，一个针眼儿，这波有点小亏，线儿没吃到。塔皮还掉一层，有点烦。现在我们清炮台已经很快了啊，
多蓝剑大头一点法强没有，我这炮台一清直接全部清没，随便点，随便 A。A 的还没我吸血吸的快呢 ，A 吧。我马上六了，小伙子。他死了，别急啊！一 A Q 点烟 ，W 溜走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皇帝在要激活码 ，VIP 六六六激活码。咱们这个激活码啊，仅仅提供给本直播间的兄弟，啊，你要是出了这个直播间，我告诉你，甭管你是什么皇帝，什么帝王。什么太上老君、玉皇大帝都不行了，那都不行了。所以啊，抓紧时间，扫描二维码，输入一下，然后 VIP 六六六输入一下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大头出个血跑得有点快，先来插个眼儿，当大头这个英雄没有办法推别人线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英雄也就废了。来炮台，你这炮台就相当于是给我送钱的，你就慢慢送。现在一个扣炮台就没。走位，抠，你就慢慢放，我五块钱一个，我都要，好吧？哎呀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在这等他一手，看他出不出来啊？假装我们已经走了，但其实我们并没有走。一扣啊，套点盐，闪现扣点盐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一扣啊，为什么没转起来呀？交了我一波双招。大头有没有船？不知道，无所谓了。有船他也打不过我，让他船没关系。
十分钟回家还没三项，这把太劣势了，这把确实有点劣势。你问为什么没有打野抓我呀？有啊，乌迪尔不来了一波吗？乌迪尔不来了吗？现在这个大头啊开始猥琐了啊，干嘛呀？啥意思？跟我玩那炮台守卫战是塔防游戏？哎，我就慢慢清。乌迪尔来了，走找他去。先去吃狗屎。中单是个啥呀？安妮儿。这炮台不是炮台，这大头应该打不死。挺难杀的，就跟他慢慢耗吧。他还给我整了个秒表，这就更杀不了了。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塔给拆了。没事，让他打下挂机，去拿野区支援。这边拿个峡谷，看来这个峡谷得快点放了。还有还有30秒，塔皮就没了，还有30秒，塔皮就没了，抓紧时间。看看大头能不能杀啊！干嘛呀？你塔马上没了。来，我看你这个塔之子，你怎么办？我看你没有防御塔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我倒要看看你这防御塔没有了，你应该怎么办？跟我玩塔下阵。塔没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可笑，塔之子。真烦人呐，这是。打不过。走你。这右边还有个安妮儿，尽力了。有果实，搁哪呢？这个呀。这个就不行了，你正常你得往上面走，你为啥往这儿走啊？对不对？去把大头杀了，然后把二塔拿了。
掉闪了，脑袋还挺大。你要干啥呀你？没完了是吧？是没完了？怎么没完没了的呢？你要跟我打呀，兄弟！哎呦我操！好痛啊，踢不啊！这水银还不应该没让我动啊？为什么我都动不了呢？他们家安妮儿伤害有点高，这个安妮儿有点厉害。安妮儿的虚区有点高啊。看来我得找一找你这个踢把了。这家伙又熊又老虎又鸟又龟的，先杀安妮儿啊！哎，有点难啊！哎，有点痛！杀兄弟，别跑，他自杀了。武器大师是干嘛的？打野的吗？原来我们家还有个武器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下路推一波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可以打 EQR。我都不想杀这个谁，不想杀这寒冰，我想杀这安妮儿。这安妮儿好难死哦，你能勾着吗？这寒冰也不值钱。其实有的时候也能用到这种技巧，就是出个 W， 然后那个甲猴也有 Q放得快一点，这样能一套直接打一波爆发。我上干什么呀？先把他爆台拆了，我都没上，这加里奥上了，3000来块钱不回家了。
我们攒够4300，一会儿买个谁呢？买一个，4300能买谁呀？买个黄子儿啊，黄子儿我记得3150。